硫森湖又称四森林洲湖，是瑞士中部最著名的湖泊，乘坐游船是深受大众和游人喜爱的出行方式。从硫森火车站出站，走到街对面就是码头。根据显示屏上的时刻表，您可以选择相应的码头等候登船。售票处也是问询处，有不同的游览路线可供选择，有环游也有区间游。登船时不必出示票据，稍后在船行驶中会有工作人员查票，如有需要，工作人员也会帮助您核实您的目的地。您也可以在登船后从窗口补票或是改票。一楼是二等舱，二楼是头等舱，请注意入口处和台阶上的标识。上下两层都有酒吧和餐厅，环游的时间从一小时到五个半小时不等。您可以一边享用美酒佳肴，一边饱览湖上的美景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也可以在船尾的甲板上用餐。菲利普第57编号游轮现有175名乘客，请确认。这艘船是由我来掌舵驾驶，我肩负着对客人和游船的责任。今天我特别高兴，因为天气好，我们又迎来了这么多的客人。我的首要任务是要将我们的乘客平安舒适地送往目的地。每一站都会有人员上下船，请留意广播里的报站，不要错过您的目的站。或许您也和我一样，已经陶醉在眼前的湖光山色，好像精彩的旅行才刚刚开始，真不想这么快就靠岸呢。